国际消息来关心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当地时间22号表达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坚定承诺，也强调对台湾和欧盟的支持。奥斯汀在北约记者会上重申华府的一中政策，但也说美国会持续帮助台湾取得自我保卫所需的资源还有能力。奥斯汀也被问到，如果中国攻打台湾，华府将要如何应对？奥斯汀则说，他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，但这不妨碍美国提供援助给台湾，包括军事硬体等设备。